耶利米哀歌第四章一节，黄金怎样褪光，纯金怎样变色，圣所的石头倒伫逐条街市，色安宝贵的证件，通比拼好金，现在怎样看作烧毁人所做的废气？三节。也到上车站用灵饲镜，外百姓会附近人反转成做残忍，亲像旷野盗鸟一样。食冷的鞋仔会煮，因为打扫黏伫顶腔，囡仔逃兵，无人庇护因。五十，平素食好米的，现在伫街路变做无依偎。冰所困在自红玉的，现在倒在粪扫堆，拢因为我的正百姓的罪孽，比所得玛的罪恶较重。所得玛虽然不是人的手，予伊安尼，也是万年久倒坏。七节，锡安的贵族，冰所比色较清气，比脸较白，因的身体。比红宝石较红，亲像拿宝石会光骨一样。现在因的面比火炭较乌，地到伫街路里，无人会认得。因一张皮变伫骨头，孤单亲像打叉。九十五死的，唔达到火刀太死的，因为这是欠缺产能的土产。就身体衰弱，渐渐消灭。自心的附近人，当我正百姓受毁灭的时阵，亲手煮家己的羹鱼做食物。十一站，耶和华发出生气，成就伊所定的，变出伊的大生气。伫锡安，火火倒起来，烧毁锡安的地基，地面的君王。甲世间徛起的百姓，拢唔信敌人，甲仇敌会入耶路撒冷的城门，这拢因为伊的先知的罪恶，甲祭司的罪孽，因伫城内闹异人的会，因伫街路亲像青麦乱乱行，搁后悔擘垃圾，地高人唔敢望因的衫，十五节。人五因话讲，无清气的闪开，闪开，人挖近我，因逃走世界流的时，列国中有人讲，因唔通予伊要伫只脚下，耶和华生气，将因赶散，无阁管过因，人要尊重这事，也要敬长老。十七章。阮毋望人来帮助，地到目睭失明，依然是空空。阮所瞭望的，竟然瞭望一个未当救人的国，受得对关阮的脚步，亲像拍打的。地到阮毋敢伫家己的街路行，阮的结局近啦，阮的日子晚啦，阮的结局到啦。十九节。对观观的比空中的鹰鸟较近，因伫山里对别观，伫旷野埋伏等单观。耶和华所抹油的，通比平原天空内的开，伫因的坑内，予人掠着。观马顿教伊讲，我要伫伊的地音下，活伫列国中。二节。站起乌苏地以东的百姓啊，做你欢喜快乐，可悲也要捧到你遐，你要饮到醉，滴到烫铁铁。锡安的百姓啊，你的罪孽的刑罚已经尽啦，耶和华的确无予你搁受掠去。以东的百姓啊，伊要对讨你的罪孽，显露你的罪恶。